陈发荣呢日就同爸爸一起出席摄影展活动，成日做慈善同扶贫工作嘅 Monica 仲话出年会带爸爸一起去山区做慈善探访添啊。不过 Monica 早前喺圣诞节就突然喺网上面发表自己嘅单身宣言。咁啊，首先咧就係咧，歡迎大家啦！唔知點解咧，經常都會見到啲網上嘅新聞咧，都會喺度講咧，就話啊，陳發荣咧仲係單身啊，咁樣咧就即係好似會話啊，陳發荣冇人要啊，所以先單身啊。咁我其實都想講咧，就係其實係即係唔係單身選擇咗我，係我選擇單身嘅。因為我覺得單身好多人覺得會係好孤單嘅，咁但係如果你揀錯咗人咧，我相信真係比孤單更孤單啊！咁爸爸又會唔會擔心你揾唔到對象啊？其實我爸爸咧就非常之即係明白事理嘅，佢都覺得咧，即係無論你一個人好兩個人好，最緊要咧就係開心。